京，那寄到北京，你的小风滚那些美景。幸福的距离呢，在以前是唱给我的爱人，充满爱情的一个感受，但现在的感觉却是在家庭里有一种更不一样甜蜜的幸福，有我的孩子跟我的爱人在一起，这次的幸福的距离有一种更特别的滋味。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，云遮住了星星，夜深了还没有睡意，翻来覆去的想你，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像在说我爱你。转过两点三点到六点，恨不得快点见到你，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，从南极飞到北京，南京到北京，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，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，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，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，拥抱多过千言万语，拥抱多过千言万语。对我的印象呢，他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艺人或者是明星的，是在一个台北的西门町，非常闹，我正在录节目，他从旁边走过去，我就这样子看到，那就是觉得一种超有气质，然后他就是这样笑一笑走过去，就这样，但光那个眼神我觉得这女孩我非常喜欢，我想要成为那个保护她的男人。在路边录影，然后我只是从旁边经过而已，他就说他想要认识我，然后想要跟我交朋友。就是我到温哥华念书，我们相隔两地，我有一天竟然看他的照片，真的看到我自己在房间里掉眼泪，就开始想他所有他对我的好，那我觉得希望邀请他来到温哥华，然后我设计一个小桥段来跟他求婚。我们在这边已经几天了，几天了，对啊，你爱不爱我？没爱不爱我？爱，我爱你，爱我吗？好，真没有人来救我，对，好冷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好，既然你爱我的话，那我送你一样东西，如果你接受的话，我们俩就要永远在一起哦。鼻涕都流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送给你。Thank you。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、非常 nice 的人，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好、非常的 nice， 而且很有耐心。这十年，我觉得刚开始的前几年非常的棒，因为我们交往大概八年，我们终于可以结婚在一起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有一个爱的人陪伴，我们真的一起经历了好多人生不曾有过的第一次。个性上面他比较能包容我，那我的个性比较急，刚好跟我完全相反，所以人家说适合跟不适合，那以个性来讲我们俩应该是最不适合。没有人天生就是合适的，
所以你反而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成长，他很负责任，跟他在一起会很有安全感。